中科院为了提升无人机的产能，在该民雄设置无人机园区，按算2025年就会完工。总统蔡英文亲身去参加党头典礼，讲要甲国内业者做伙合作，建立关键产业链。学者也表示，这有利咱无对称的作战，阻挡中国反台卡步。今天出席党头典礼，总统蔡英文用行动展现对无人机产业的高度重视。中科院用9亿4700万的经费，在嘉义民雄园区起无人机专属的生产厂房和办公大楼，按算是2025年进行完工。接过国营开工党头典礼，对提悬无人机产量、强化台海防卫作战有帮助。蔡总统表示，家己会加入亚洲无人机当阵，透过军民合作，在台湾建立完整无人机产业链。国防部会持续的推动军用商规的无人机，来结合国内的业者的力量，准备我们军民通用的关键技术。那无人机国家队落脚嘉义，所以开创了一个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新的时代。若是各机各组蔡总统强调继续发展运用常规无人机，中科院也在电力电管展出真侪种国产有征收打击无人机测试影片，包含二代瑞恩、天鲲甲顺飞弹无人机、鹰击平防军战术攻击中共海南。针对台湾对攻击无人机的重视甲需求增加，学者表示，无人机采取防军战术，能突破中共战前的沿海防御，产能提悬，对改变国军作战思想，将无人机看作是消耗大油、大量使用，能减少人员伤亡，打乱强军反台节奏是真有帮助。蜂群无人机它可以去同时去攻击这个敌人目标里面非常多的一些设施，比如说它的雷达，比如说它一些指挥所、通信站，乃至于停在地面的比如说军机，或者是船舰的一些船舰的一些部分。或者是物资的堆积场。国军努力建军备战，应对强军威胁，初步发布查到强南七架在台海周边活动。军事备战，台湾 ADIZ 分享，测试看到强南东北角外海伫乌石片东边差不多30海里的所在，继续向南行，提悬两岸对立的局势。记者综合报道。